月夜看潮图是南宋画家李松的杰出画作。八月十八潮，壮观天下无。钱塘江因为奇特卓越的江潮景观，每到中秋总是吸引着无数的游客到此争睹壮景。南宋画家李松的《月夜看潮图》描绘的正是南宋临安中秋夜观海潮的情形。寄予重门修上药，夜潮流向月中潭，以细腻的情感与生动的笔触写出了对中秋观潮的诗情画意。江面宽阔，左上角的小船风帆点出了潮势凶猛，画家很好地抓住了中秋月夜一线潮的美妙瞬间。潮水一线居画面中心，在高悬的明月下，浪潮卷涌奔驰而来，江畔华美的阁楼大门紧闭，人影隐约可见。画中建筑转折有致，精确入微，临江阁楼曲构一角，与海潮形成一实一虚，一静一动，相应微妙。